高端智能马桶简易款更换座温开关 ，Intelligence Toilet replaces the rotary switch。注意，拆机前请先断水断电，避免发生意外。第一步，扣出后方堵头，拧掉固定螺丝。第二步，微微向上抬起，轻拍后面座盖，使其卡扣脱出。第三步，拔掉连接主板上面的插头，移走上盖。第四步，将上盖放置好，拔出开关旋钮，并拧掉固定螺母。第五步，拿新的加热开关放上，并将固定螺母锁回。第六步，将旋钮插回开关上。第七步，将上盖插头插回小主板上，并放置好上盖。螺丝锁回去，堵头堵回去。